噔噔，还要大火是这样。好吗？这个还要大火一点点，然后再煎那个酿好的豆腐。好，酿好豆腐要煎那个肉。我们等一下煮什么？一苹果。Yes。妈妈煮的一苹果出炉啦！哇 ！Thank you, mommy。哇！儿子，你看你的一品锅，奶奶特地做给你的哦，为你而做。